三，饭团，赔偿。没啥，没啥，没啥很屌。腿，菩萨，菩萨，变身，大仆人，跟我比快啊！录音抢答挑战赛，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跟天才冲冲致敬，知道吗？因为大家最近都一直敲碗不想看我们玩游戏，很久没玩了。那其实有些游戏我们已经玩很多集了，想说来玩个新的好了。这个游戏看我们感觉很好玩，因为感觉我们都很聪明。有吗？这个游戏呢，在天才通通里面叫做急中生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是一样，就是 purple mother 这样子，工作人员会出题。他出完题之后呢，我们的游戏方式是这样：打开那一秒就立马喊，最晚讲出来的就是输。那惩罚呢，就是很可爱哦，我不是草间弥生那个，我是贴这个卡哇伊的贴纸。我宁愿贴红点点。第一题，工作人员准备了六个注意。好紧张哦。一二三，好了，好了。海鸥，哎，已经是最后了，不要再玩了。可爱的公主，好了，你们哪一个？你输了选啊？斑马，豹，木兰。这也不要多可爱吧？我是玩想不到啊，我有满脑子。真的吗？斑马，还有白老虎。可以。我现在动物园，那个动物园什么？刚胜元是在那个动物园里面 PR 模式，对对啊，因为他这样，所以这样看，送你一个可爱的小礼物啦。会不会胜元还是整张贴满？乌龟，乌龟，乌龟，敢在？浣熊，浣熊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完了。第二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食物，吃的，吃的，能吃的都可以。如果说你想说你要示范的话，来了。三，芝麻，芝麻子，不是芝麻子，枣子，猪肉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大了，干，谢谢，芝麻子，是网球拍，是功夫的网球拍，可乐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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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讲了，我讲了，他是第一时间。可乐比就是好朋友啊，欸，可乐里面有可乐啊，光可乐，还有可乐果，哎哟，还有苦瓜，哎，你好会哦，啊，龟，龟镜，龟镜，龟镜，店名的店，龟镜饮料，果条，果条，果冻，果冻，果汁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但是我觉得他完全有种投机取巧的感觉，果条，果冻，三，饭团，赔偿。没啥，没啥，很屌。第三题是职业，职业，职业，职业有点难。职业的对决，三二一，什么？泡沫红茶店店员，不算。再一题，不管，三二一，一，药师，药师，我们看，医生，药剂师，哈哈，跌到了，牙医、药剂师的差别是什么？好，我想要一个，药头啊，哈药头，没有先例，很多都合法，对啊，有，游泳选手，哎，对，牙医。牙医就可以啦，你好烂哦，送了一个大的啦，职业好难，对啊，你现在脸上最多拿出人家很烂。下一个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东西，五袜子，哇哦，你们好轻松哦，五，你只袜穿袜子，只袜穿袜子，不一样的东西啊，五袜，不是每个人都会穿呢，给过吗？给过。我也给过，真的啊，围巾啊，围巾，不可能，这样也变
科口罩裤子。五啊五啊，对对，我刚刚想硬凹壳。再一题，再一题，一二三，吃吃长裙，长裙，长袜，嗯，哦，哇，那就还有另外一个那个什么长链，长链我就太笼统，长链不能，可以再更好一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跟长链，长链比较好，对，长裤、长袜、长裙、长袖、长袖啊，长袖，长袖很浓，这个还好吧？哇，那个要我打一个，漂亮哥。哎，从几分几秒到右边的谁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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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